立正，行嘞，请坐。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三天的这个演习会哈，即摆最后一个阶段，大上15分钟、20分钟，咱就会当来做结束。大家拢知影，今仔日是5月20。520啊，标志咱台湾伫过去60几年来，和这个中华民国日本政府通知的真重要的日子。今仔日马英九甲吴敦义就任咱伊个中华民国的13任的总统甲副总统。咱甲回顾这段历史，台湾人充满血泪啊！可以说是血泪交织的67天啊。1945年10月25日，蒋介石的军人啊来到台湾，骗咱台湾人讲台湾光复，台湾要回归给中华民国，要回归中国，把咱骗到这当阵，骗到让咱家己人不知影家己是什么人。数典忘祖啊！唔知咱本身的台湾人，足济人去捧中华民国的场，足济人做中华民国的糟糕，予咱有觉醒的人，伫这60几冬来，我都抬头起来，过真艰苦的日子。咱拢知影，1945年10月25日，伊来到台湾。就甲咱征兵，甲咱扣党税，80%的税拢对农村农民来。咱足侪人去做兵，去甲伊拍共产党，死在中国。无偌久，伊战败。1949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成立，中华民国已经全面灭亡啊！但是这蒋介石这政商勾结。贪污腐化集团来个台湾的心啊！伫1950年3月7日，伊讲伊复刑逝世，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无这条复刑逝世的代志。现此时的中华民国伫台湾流亡政府，完全是一个山寨版，完全咧骗咱台湾人，欺骗咱台湾人，咱台湾人怎啊继续60几年来做奴隶？做到要死的，敢若换一嘴食，完全无尊严，完全无咱想要爱的这款自主的尊严，甲民主法治拢无。所有的所谓民主化改革、选举，拢是骗的。选举本身就是咧延续伊的正当性，咧找伊的正当性尔。咱本土大人戆戆去参加选举，就是咧宣扬讲伊伫这个所在甲你通知。足可惜，足可惜。民进党的成立已经26冬，26冬以来，把咱本土台湾人带对邪路去啊！伊若来拒绝选举，是个拒绝这个中华民国任何选举。今日咱台湾人已经有法度来自治甲建国，但是因为咱本土台湾人戆戆去参加选举，即内底摕到足济中华民国好康的，食到甜，唔知影过去的苦。吃到甜，袂记得过去的艰苦，甲迄个无尊严的所在。民众继续甲国民党同款来欺骗台湾人，予咱台湾人骂死骂死啊！甲阵要无阿多觉醒，要伫个懵懵懂懂中间，咱个足侪少年人讲，咱民政府咧做啥物代志？咱民政的主张甲论述的时候，真侪人持怀疑态度，无阿多马上觉醒出来，咱费劲。费尽咱的唇舌，我都来和因来完全了解咱的论述。都来到这个所在上课，咱足侪人用心、用尽心血，甲咱讲台湾的真正历史，甲咱讲台湾这几十年来安怎去予国民党骗去，安怎去予民众骗去，咱才会当充分的了解。所以你也看讲篡改历史、诓骗到这个程度，我相信咱在座各位伫这2-3天的。讲实内底有充分的了解，嘛讲
心内一定跟我同样的想法，真愤慨，真愤慨，愤慨到看，要去确认啥？确认着啥？就手腕的蒋经国利用李登辉先生来骗台湾人，骗到什么台独联盟故意反向的心来支持李登辉，骗到讲民进党成立的心，因回来的心，来到故意反向来到这里，回来到台湾的心，跟民进党同样热衷选举。热衷选举，无讲完全的了解，甲听甲听来讲，我举起一起反对，彻底来反对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一直甲咱这个组织出来，嘛是对去年开始，咱才举起大旗，对2011年，咱你这时候开始办训练班第一期，咱才举起大旗，甲这个旗啊压出来，这个旗一旦压出来先。这个黑暗中间就一片光明，一个光出来，这个光引导了咱各位来到这个所在。我感觉讲为各位欢喜，也为咱民政府欢喜，因为这个光，因为咱的旗压起来，这个光出来时，一线曙光马上扫进阴霾，阴霾。我今日真感谢，就是讲咱这个咱第一期。连这几个这个成员内底拢足少年，足少年嘛提出足好的意见。头先是陈小姐吼，哦，伊迄个问题 question， 迄 question 内容内底真侪真好的意见。我伫过去的研究中间，我伫做局长中间，我充分了解讲国民党是安那贪污，贪污到啥物程度。我昨日讲的讲，所有公务员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咱一直在支持民进党，咱希望民进党起来了，也当来改变这个台湾这个真歹的政治文化，来挽救咱台湾一直往下沉沦这个危机。但是不但无改进，伊号称要改革，不但无改革，而且甲国民党同款贪污落去。我的研究报告来咧写一个，予人足震撼的物，就是讲吼。国民党的通力法的党政军特商综合体，党政军特商综合体内底，伊用足侪鸟皮啊，台上有70万，估计有70万的鸟皮啊，就是因情资系统的迄、那个或者马前卒，伫各所在，伫台湾各所在来咧试探虾米人咧反对国民党，试探虾米人咧批评蒋介石政权，用这个高压的手段来统治咱台湾。然后呢，在经济上、经济政策上，用个奖励投资条例奖励因本身的企业家，对中国搬来台湾这企业家，都开始的时候，现金的补助，还低利贷款，还免税减税的办法，奖励企业、奖励工业，并无奖励农业，一直剥削农村的资源来奖励这工业，少数的台湾人看到这个甜头，甲国民党挂钩。来累积伊的财产，所以我对现出时咱这所谓大户财团，并无尊敬的心啊。咱但是一般咱台湾人怣怣，拢对王永庆足尊敬的。但我甲各位讲，无啥物好尊敬的所在，因迄财务来拢是正向交过来，拢用钱去送红包去予这个国民党的高官，然后摕着政权，摕着特权，透过特权来甲伊累积伊的财产。这款情形之下，予咱台湾人哪来哪算车？但是我国民党的人，靠我国民党的人，甲国民党正向交界的一挂企业家，拢因为安尼累积足侪财产，然后回过头来甲你讲，甲你嚣掰，嚣掰讲安怎？我吼有捐足侪钱来做好代志，上面污染这个台湾的工业，污染这个台湾的空气、甲土地，上面伊赚着钱的先，赚足侪钱的，暴利的先，摕一撮钱来做善事，讲。伊咧做祖先的工课，所以咱上面看咱的企业家这款的心肝的恶毒，另外佫看咱的政治人物，这几十年来的政治人物，无一个是清清气气的，真少，真少数是清气的。嘛，同款，伊去伺候迄个伊的主人，伺候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然后回过头来讲，哎、欸，恁大家也爱听我讲，恁大家爱跟我同款。来好好甲树啊，咱的主人，咱就换一半饭通食。所以因摕着猎，咱干呐摕着一碗汤，
甚至咱足侪人无摕到汤汤食，只有去自杀、烧炭自杀、跳河自杀一大堆。这几年来，整个经济政策，会使讲对1996年以后，整个经济政策向中倾斜，开放中资来这台湾，予咱台湾造成真大的危险。开放咱所有的台湾的资金对中国去外流，予咱台湾人工厂一直离开这个所在，足侪人落工无头路通食，然后失业，然后无收入，然后到尾啊，家己的囝儿要读册都无钱，要食饭都无钱的时，只有去烧炭自杀。这款悲惨的政治，多两个人政治人物伫政策上做个甚失败，这个财团大户。在这个经济上，在这个做生意中间，正常交易来欺负咱台湾人，所以各位啊，有一篇文章讲，无悲情甲愤怒的反对运动一定失败。你来看，对你认为甲阿扁啊来讲，有悲情甲愤怒无？伊拢叫咱怎看？忘了过去，看未来就好，莫看过去。忘了过去的悲情，不要愤怒，结果咱选举拢输。我相信咱台湾民政府的同心，大家彻底了解，咱绝对爱了解咱过去的悲情。是安那落家人的海港的时，中国兵看到台湾人就杀，看到台湾人未晓讲北京语的，就甲枪来开落去。这尼残忍，甲台湾人一方面讲，你甲我拢是中国人，一方面讲对因内底讲，这拢毋是中国，这拢是日本人。一个文件讲蒋介石伫南京发的文件，和麦克阿瑟，吼，和联军，讲啥物呢？讲这6,100,000人，台湾的这个6,100,000的人啊，肯定不是中国人。我希望你甲送去日本，但是当伊来甲这个台湾的心，伊为了伊的生存，为了要剥削这些农民，剥削这些台湾人的心，伊反口讲咱拢是中国人。各位啊，咱来了解，咱唔是中国人。即摆大声啊讲，咱绝对唔是讲个中国人。我虽然唔是日本迄款呢，日本国籍的人过去啊，吼、哦，咱就来讲。虽然我唔是日本的这个纯粹的日本人，但是我是天皇底下的日本台湾人啊，唔是中国人。我爱甲你统一哦，爱认真爱甲讲这个，用心来讲这个代志。然后你过去的悲情甲愤怒，一定唔通忘记哩。大家用愤怒的心来回忆着过去的悲情。各位想看卖，可能有诶较年轻、较少年，唔知。比如做事件发生诶代志，我相信50-60岁诶朋友拢真清楚，咱诶同心已经足了解。我毋知各位心情安那，我是安尼诶哭泣。伊比你批内底内目屎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啊。各位可能无啥了解，内幕诶消息是讲王生讲要逮捕500个人啊，逮捕500个人，500个人要来枪杀啦。美国人要出面来交涉的时，抓500多个人，你看这有多凄惨，涉及的家庭有多少人？结果可能美国对蒋经国施压的时，才讲要抓几个人，抓迄重要迄10几个人尔。但迄10几个人大部分哦去关了的时哦，脑筋已经无像过去安尼，美丽岛迄只人已经无像过去迄款的坚持因应该行的路，坚持应该做的代志，才会今仔日予伊咱经过的民众。行对错的路去啊，错路去啊，邪路去啊！所以啊，我相信讲，台湾民政府晴天一柱，这个旗啊举出来先，是咱台湾人愿望，咱台湾人希望，咱每一个同心一定要坚决家己，本身要以身作则。所以我足感动的，感动什么？咱去日本踊跃参加的150个人，足踊跃的，唔是咱民政府有钱甲补助，是伊个哩掏腰包提出来。参加这个活动，哦，今年年底的时，200人嘛是同款，家己爱掏腰包，家己买机票，家己买咱的买出这个饭钱，加这个火车路的这个费用，那是用安尼来经营的，那是用安尼来为了要对台为所有本土台湾人找出一条光明的路，那是用安来为家己为咱子孙，甲为所有本土台湾人。用这个精神，牺牲奉献的精神来做这件代志。当然，我嘛爱甲大家各位讲，咱这侪人这认真拍拼，难免咱这个，只怕咱 T G 内底有人有国民党的叫别，有民进党的叫别啊，哦，难免有这款的人。
但是我要给他警告，我们现出时我们是没有这个我们的政权，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所有办法来给他处分，来给他处理。不过有一天我们来提政权，让我们查到的时候，这些人都要给他处分。当然啦，现出时如果我们还没提政权以前，我们还知道这个人他在这个地方在做破坏工作，我们一定要送给 CIA， 叫 CIA 来给他处理。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哦、因为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有照片在那个地方给我们拍摄影片，说因为我们在靖国神社还是说在吃饭的时候，总是有人比较没小心，还是说比较劳累，会在那打瞌睡，那时候吃饭的时候吃相难看，就让人感觉那个照片出来寄回来台湾的铺上网路要来给我们祈求。所以啊，我们所有东西这个、哦、精神要紧绷，这紧绷就是什么，随时要表现出咱台湾人的精神，在言谈上一定袂使放松家己。所以秘书长是正确，用恁去遐个所在袂使去饮酒，吼、哦，袂使乌白来，因为啥？有拢有一款咱的反对者，藏伫咱的团体内底，伫遐咧甲咱收集资讯。该现出时回去，赶快，咱这个所在嘛，赶快有这款的人。所以我希望大家心理上要有警觉。因为咱的人足单纯嘞，咱来参加这活动的人，来参加这演习营的人，真正拢是做工的、上班的、教书，生活拢非常单纯，所以心思非常单纯，从来唔爱参加过政治的活动、甲政治的斗争，唔知政治斗争的可怕，唔知政治斗争迄个是刀刀见血、刀刀见骨这款的可怕的现象。所以我希望大家来这个所在，特别是这少年，像这小姐吼，这种十几岁、二十岁啊，这吼。拢真少年，拢无经验过真残酷的这个斗争。哦，我个人因为我对李登辉四十二当啊，哦，用李登辉的手骨去攻国民党，所以斗争是经验相对较侪一撮。啊，我对李少年，啊李少年去有新潮流，大家走无路，这我拢真了解。所以斗争这个物件，政治斗争这个物件，现出时咱嘛面对真大斗争。因咱这团体，咱是希望国民党离开台湾，中华民国离开台湾，哦。虽然讲咱无用武力，但是咱的法理论述是非常的赖，这非常的赖，就影响足侪人的政治利益，影响民众的政治利益，影响台独的政治利益，影响李登辉团体的政治利益，影响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因哪会甘愿？在因无多完全了解咱的做法以前，因绝对唔甘愿讲，和你这个拄啊出头，拄啊问出这个头面的这个团体，行伫头前掌握时先。哦，顺利成功嘛，所以这個情形之下，咱拄着足侪阻碍，所以咱每一个同心伫各所在时，一定是面对足侪问题，这个问题真困难解决，但是一定要有耐心。哦，正如秘书长讲的，你若甲某乡姐讲的，伊若会当接受就接受，袂当接受算了，因为你换别个人，一定有人有智慧，一讲就开，智慧就开。哦，我伫2007年的时。看了秘书长跟何志远联合论述那本《美国军事占领下台湾》，我就豁然开朗，但恨不认识这两个英雄人物，安尼了。后来我已经决心专心伫迄个庄卡咧种菜、甲种树啊，不管世事啊，因为对李登辉遐团体的表现非常失望，所以我就离开迄个所在，专心去种树啊、甲种菜，哦。啊、秘书长知影我退休啊，啊你做田，感觉足可惜，啊来相催，啊我才甲伊见面，啊所以才参加咱这个团体。但我自从我2009年九月参加这个团体以后，我每一天拢真快乐，因为我感觉讲这是一个愿望，这是一条光明的路，正当的路，唔免拿刀拿枪去甲人相台。但是咱用智慧、用法律论述，不断来刺激美国、刺激日本。这半年里我去日本三次，感觉上但就希望就希望的就机会真正怎样突破整个封锁线，让全台湾人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所以今天很欢喜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哦、来小小勉励、啊、希望大家真正要像我说的不断自修，学历不重要，能力才是实在，学历不是最重要的，迄能力足重要，各种的工课拢去做看卖，各种历练机会拢去接触看卖。你经过足侪历练，经过做工课足侪经验的时，
你自然你智慧就开，你就知影讲安怎做才是对的。所以真欢喜会当伫这所在甲大家伫遮来做伙两三工来讨论咱的法理论述，来了解咱台湾未来公民的前途是安怎，要安怎去做。啊，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啦！我相信哦，胜利在望。多谢大家，谢谢。车起立，立正，行嘞，下课。